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Flo， 来自苏立音乐，跟唱起 Flash 合作的这个为 Oxford 量身定做这个实战融合的歌，在 Battle 在这个棋盘上还是需要设定一个对手，那每一个人所有的困扰，然后痛苦，在博学的观点里面都是来自自己，所以我就设定我这次对弈的对手是艾伍斯。棋盘上的战争，我与艾伍斯的对弈，我是我的棋子，不能处决我的悲哀，因为对手是轮子，心中最困扰的点做一个对抗，我觉得就很像就又符合这个主题，因为它也有一个循环的概念，因为我们终其一生都要不断面对自己的烦恼跟自己跟这样。一直我在什么地方，这个是佛经里面一定会有的 opening、就是有佛经说的开场白都是一样，就是我曾经这样听到，如是我闻，一时我在什么地方，那这个一时它就是不是过去，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未来，但它也是现在，也是过去，也是未来。那时候刚好有这机缘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祝福，一个礼物，就我可以透过音乐的创作的部分，然后我希望可以给专注。我走，哎呦，电脑一样，